个整个司法诉讼的过程对于被害人来讲都是一种折磨跟二次伤害，但是因为这个案子的受害人非常的多，那这么多的受害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站出来提告，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就是很有勇气去面对，然后一定要坚持就是告到底，那最主要就是希望说不要再有下一个受害人，所以这个过程就是我一定会坚持，然后不会屈服，就是要勇敢面对这样。吴秉叔被起诉八个罪名，他只承认两项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到现在他还不肯面对错误，然后还持续的在说谎。那当然，我们也希望说借由这个司法的过程，能够让真相更清楚，然后也能够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当然，我们是希望法官能够判最重的刑度，然后让他得到应有的罪行，因为这整个案情其实。在过程中我们也知道我只是一个受害者之一，那更多的人其实也需要我来帮他们在这场诉讼里面去发声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人真的应该要好好的面对他的错误跟反省，可是到现在连他自己所做的事情，有这么多的证据，有这么多的影片资料，但是他都还不愿意去承认。那我觉得恶性真的非常重大。当然，这个过程如果再去回想，或是要再去面对，对于我来讲都是非常的折磨，非常的痛苦，也是一个，就是一个二次伤害。但是就是勇敢面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。老天爷就是给我这个使命，然后要好好的去面对这样子的人，然后也希望说这样子的人能够有人去揭发他，然后让大家知道说他就是一个善于说谎，然后利用他的可能很多的权势，然后去威胁欺负很多比他弱势的人，那这样子的一个恶劣的人，我觉得不能再让他逍遥法外。在这边呢，告诉了大家，温和水神维生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还原成水，温和不刺激，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环保。要跟病毒共存，必须要长期抗战。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，输入雅婷的推荐代码 CTI 999，就能够享有折扣优惠。